大家早上吉祥，阿弥陀佛！陀佛啊，我们这几节课啊，一起交流啊，学习的这些观念，还有心态啊，因为这些观念、心态啊，随时在指导我们啊，修学的知见、修学的方向。 这观念、心态不对了，这个法药啊，能救人也能什么害人，啊、哦，这个原文是说杀人呢、啊，哦。哎，所以我们修学首重正知见，一定要正确的知见。 啊，才能在让指导我们在菩提道上不会走偏掉。啊，那承德呢，就一些经典啊，还有师长老人家一些教诲啊，自己能想到的啊，供养给大家啊，也是很有限啊，很可能大家体会到的这些观念心态。 啊，比陈德体会的更多，而且更重要。啊，那假如啊，大家有这些体悟的时候啊，啊，麻烦也给陈德啊回馈一下。啊，那个这样呢，啊，陈德在讲这些课的时候啊，啊，这个深度跟广度啊，才能够更好、更提升。 那第一呢，啊，师长老人家讲经啊，常常都说，随顺圣贤、佛菩萨的教诲，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啊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啊，师长也常常强调，啊，还没有证阿罗汉以前呢、啊，不可以随便相信。 自己的意识，哦，师长在《十年英语里面有提到，啊，当时候李炳南老师啊，啊，请他来参加这个内点班，啊，就是要讲经的，啊，他老人家说他是要学经，不敢讲，有没有？ 因为举了哪一个公案啊？下错一个字转语，堕五百世也狐生。啊，请问大家讲不讲经？不讲。那不讲要干嘛？<laughs> <laughs> 对呀，呃，不讲。 不讲就成就了，哦，那当然，我们修学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叫离言说相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言说挺吓人的吧？下错一个字，诶。才一个字错而已，果报是什么？五百世当畜生呢，五百世也无身。 啊，看这个话挺吓人的，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啊，要犯这个错啊，也已经很严重了才会犯啊。为什么？离经一致啊，便是魔说啊。他已经不照佛陀的经教讲话了。 那请问大家，当我们不照佛的经教来开解道理，那是什么心态？那自己比佛还厉害了、啊。哦哦，所以刚刚师父讲的，还没有证阿罗汉以前呢，不可以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啊、哦，因为阿罗汉已经达到绝了。 啊，他是的正觉的，他的思维不会错了。哎，而师长老人家很慈悲，他洞察我们这个时代呀、啊、众生的根性，哦，给我们开出很多重要的法药。啊，比方他老人家说。 他最佩服孔老夫子的八个字。哎，那师长老人家干嘛要从《论语》里面挑这个八个字出来？那是在护后面的芸芸众生呢，因为我们已经进入末法了。 啊，甚至于老法师是有中华文化传承的最后一代了。我们的年龄已经跟师父是什么辈的了？祖孙呐、啊！现在在座很多二十岁上下的学长们是什么？曾祖辈的，哎，已经又小我们一辈了。 那这两三代人都是没有根基的两三代，而且一代怎么样？一直往下，当然快已经在网上了哈，已经止跌回升了啊！因为可能在这几年呢，就会出现胎教就开始学的啊，据。 这个可靠的消息透露，啊，我就说知道的就有十四岁的，他就是胎教求来的，然后父母都很用心自己带。好，那这个我们这么分析，是万法是因缘所生，我们就是处在这样的时代。可是大家不要这么一听了，哈，我又不是。 从台教开始，又气馁又来了。哦，那个劝发菩提新闻有一段教导：，啊，勿因根浅自比无分嘛，是吧？根久，哎。 这根浅而日深嘛，啊所以，假如我们根基不好，这个经典是很圆融的嘛，能医能知几百知嘛，能识能知几千知嘛。所以佛法是最圆融的。所以我们一有烦恼啊，就是我们的思维要分别执着了。 没有按照佛经了，不然应该呢，随时都是礼德心安，都安在经典当中。哎，我们根基比较不好，中庸有告诉我们嘛，能一能知几百知，能十能知几千知，所以什么是圆满？ 啊，《了凡四训》里面是不是有讲到什么是半，什么是满？啊，有一个女子啊，到佛寺去，很虔诚，拿了多少钱供养？两文钱。后来入宫富贵，啊，可能拿了千两是吧？啊，你看，二文为满。 千经为伴，所以尽心尽力供养就是圆满。我们现在挺难的，但难行能行是真实的供养。所以佛法是我们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因缘，都能达到圆满，这个才是妙法。哦，所以我们能用这些经教呢，以理则情。 用这些教理来调伏我们的这些烦恼、分别、执着，这样处处都能呢安心，处处都能呢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好时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好，这四四句话念下来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挺难吞下去的？ 哎，我们再来一个探讨啊，就是啊，假如您觉得遇到哪一件事了，实在没有办法跟这四句配合了，啊，就把那一件事呢写上来，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来探讨，好不好？不然铁定我们没没有把这些化掉。 会不会障碍我们的清净心？会啊！哦，点头点很大力的，可能已经障碍蛮久的。<laughs> 哦，那这个要赶快心有疑，随杂技啊！大家要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啊！昨天还有提问的哈，啊，昨昨天有没有跟大家商量一下？就是说。 这些问题啊，我们在课程当中呢，在随缘把它提出来做探讨啊、哦，有吗？哈，但事实上呢，有一种更好的，就是呢，你就随着听课啊，就啊，我知道了，<laughs> 哦，那个不是别人给你的答案，那是你自己领悟的。 大家有没有经验？你去问人家一个问题，然后人家很用力的跟你解答，好，然后你说哦哦哦，听了都有很很有道理啊，但是好像感觉好像好像听起来还有心里还卡卡的这样，啊，跟你自己想明白的不一样，哦，好，那这写上来的问题啊。 都可以公开名字吗？啊、哦，可以啊。假如你写上来的问题不能公开的，请在后面注明一下，不可公开。<laughs> 这个都都好商量。哎哎，你不能说不公开的就是心里还有啥，不是这样的。因为有一些事可能会牵扯到家庭啊或者他人，这个时候也不能公开。 大家应对之间呢，都要人情世理都要敏锐啊！你看我们俗话常说的，好，家丑不可外扬，很有道理的。哦，你把家里这个不好讲出去了，那到时候传到你先生那里去还得了？ 啊，你刚好将你婆婆传到你婆婆那里，那完蛋了，那这个梁子结的就就麻烦了啊！所以起心动念、一言一行都要考虑到会不会有流弊的问题。哦，好。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啊，他师长老人家洞察我们的根基。 他特别点出了最佩服孔老夫子八个字：“恕而不做。哎，恕而不做会不会再犯下错一个字转语？不会啊，因为佛佛道同。孔子也给我们表演：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。” 大家读《孝经》，读下来有没有突然说啊？我知道了。你看，孔子在《孝经》就充分展现“述而不作”，有没有？哎，孔子这个“在上不骄，高而不为，自节谨度，满而不溢。”讲完，论述了一段话：“诗云：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” 爱亲者不敢恶于人，敬亲者不敢慢于人，爱敬尽于事情。这样讲下来，夫行云，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。你看所有的发挥，都回归到经典上来。大家有没有观察到老法师讲经是不是这样？对呀、啊，讲了一段，我说啊，开的太好了。师傅突然说，所以《华严经》上说啊。 为心所现的，为事所变的，的理事都是圆融的，啊，的数而不作，啊，为什么要开解呢？时代不一样啦，你要开解到这个时代的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的情境啊，这叫契机啦。啊，所以每一代为什么都要有祖师来注解？ 经典，他都是气那个时代的气啊！所以师长老人家法缘为什么好？他讲经不止气理呀，他还气急呀！哦，所以当师长老人家的弟子，领会他的心法，啊，应该跟家人一讲话，家人很喜欢听啊，是吧？啊，跟他人一分享，人家说：“哎，你常来啊，常来我们这里喝茶。” 好，我泡大红袍给你喝。哎，哎，你们不知道大红袍吗？到福建来，这是很好的盐茶。啊 <laughs>，你们都放下了，我知道啊。这个才贵，才贵。<laughs> 好，世间这些都不能留恋。好，好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们。 跟师傅学呀、啊，就要学他的心法，啊，这个也是学习当中很重要的。目闲当目其心，好，竖而不做不傲慢这厉害呀、啊！师长老人家说，贪心的核心是情志。啊，你说我不贪呢、啊？ 请问大家，你有没有讨厌的东西？讨厌的人事物有、哦？告诉大家，喜欢是情子，讨厌也是情子。喜欢是留恋娑婆，讨厌也是留恋娑婆。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开示的。 因为喜欢跟讨厌都是人的情见，啊，都是情指在生作用。哎，这一段精不精彩？你心上还有放不下的，都是留恋所迫。心里面还有哪些是很割舍不下的？一想起来，心里就很不舒服。啊，我心里就。 很挂念，这些都是放不下，都是留恋所不。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这同修之间呢，常常都会说：“啊，我生死都放下了。”哦，然后有时候一讲：“哎呀，我那个朋友生死也都放下了。”承德那时候一听啊，哦、哎、呦，有点害怕。 生死放下了这么容易啊？那生死放下了就是不留恋了吗？是不是？那还有喜欢讨厌，那怎么是生死放下了？啊，所以有时候啊，没有挣阿罗汉以前，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哦。呵呵，哎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哎，不要说我们了，你说子贡厉不厉害？ 厉害吧？可是你看，子贡有一天说：“我不欲人之家诸我也，无亦欲吾家诸人？”他说：“他这一句话其实就是‘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’。我就是做做‘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’。”哎，孔子接哪句话？子贡啊，你还做不到啊？<laughs> 哦，不是你的境界呀、啊。 因为我们的念头里面觉得自己挺不错的啦，他就出现一个执着点了，那就会不老实了。哎，自己感觉挺不错的，这是很细微的慢心已经起来了。所以《了凡四训》那一句话特别重要：“唯从心源隐微处，默默洗涤。” 你说那才一点点而已啊！哦，好像李叶老师前天有讲啊，啊，他们以前这个衣服破了一点小洞啊，就要赶快什么缝啊！啊，我们闽南有一句闽这个俚语啊，叫做“细康无补，大康你得干扣 有押韵吧？所以大家要研究文字学呀、啊，得学学闽南话啊，因为呢，闽南话应该是唐朝的普通话啊，所以闽南应该是正统的中原人啊，他叫河洛人。 后来被赶下来了，<laughs> 五胡乱划，往下逃难了哦，所以闽南人叫黄河落河叫河洛人河洛郎。啊，所以你那些经典有押韵的，用闽南话都能念。灵机初神本身性相，金色相换，果不果，性乃真。 告知的贵以专。我现在是没有本钱唱歌，啊，念两句还行。我这个唱歌现在中气不足啊，得要有自知之明，这也是修学很重要的心态。哦，得要有自知之明才行。哦，好,好。 <laughs> 哦，所以我们再拉回来啊，拉回来。子贡这一段话也是警醒我们后面的人，他也是很有悟性的人，但有时候没有老师这么一提醒啊，他可能也会落到啊，我们下联居老居士讲的，什么是老师？有一毫凡情。 圣解，圣解就是，哎呦，我这个悟处很不错哦，哦，还是哎，呦，我是不是已经有开悟了？啊，哎，甚至于我曾经遇到一个单位的负责人，啊，刚好我们见面了，他呢没跟我聊其他的，先把一本照片相簿拿出来。 然后一拿出来就说：“你看，我们开课的时候，这是哪一期的？一开课，天空放光，哦，哪一期的？你看，哇，这个瑞像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在那里，嗯嗯,嗯，要横顺众生啊。但我心里想啊，very dangerous，危险出现了，他会染浊了。” 他这个行为已经是些为的什么炫耀了？哎，所以你看念头很细啊。所以礼礼教为什么重要？他防微杜渐呢。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所以印主文抄里面也都有感叹呢、啊，很多。 当代的那个出家人，那个慧根，那个一闻千物的根性，最后都出事情。那就是他可能一个念头没守好就完了。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还没有开悟不能离开善知识？啊，甚至于最低标准是非。 善恶邪正利害都能分辨的，才能够离开。黄念老他有讲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不好修啊，为什么佛要一直劝我们往生西方？不只是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啊，更重要的那边没有退缘呢、啊。 你去了就元正三不退了，你去了之后，教主殊胜呢、啊，同参道友殊胜呢、啊，国土又殊胜呢、啊，每天听阿弥陀佛讲经，又跟文殊普贤菩萨切磋 <laughs>，哦，然后呢，好，这个躺在那里躺在水里面的时候呢，还有一只鹦鹉嘉玲萍姐在跟你说法。 是吧？啊，皆是阿弥陀佛法音宣流，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，不可能退转。可是我们这个世间呢、啊，退缘很多啊。但是，假如会修啊，这一生也能修到十报庄严土。 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施报庄严土去，啊，要有志气。哎，遇到净空老法师啊，目标要锁定在哪里？上品，啊，你不要说，我下品下山就不错了，啊，大家立志要小心一点呢，啊，取法乎上，得乎其中。 取法乎中，得乎其下；取法乎下，你就下饼下身，一不小心，不就没拉到了吗？那还得了？无量劫来，稀有难逢就，就完，就 loss 掉了，就没掌握住了。黄念老说：“我们这个世间，敬一退九。” 进了一步啊，就退了九步了。啊，我们这个进入中年的人，体会就很深了。真的是初发心，成佛有余啊！真德现在回想起来，啊，比起刚到海口去的那个愿力，都差很多了。啊，那当然要赶快再提起来。第二呢？ 啊，就是静，这个世间呢，一个人进步啊，九个人退步。这个是指修行的人哦，一个人进步，九个人退步。还有第三个意思，进步一步。 当下就同时隐藏着退步九步的危险在其中，所以祸福相依。修行人为什么战兢惕厉？为什么要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？啊，一不谨慎，四大烦恼。 长相随啊，啊，这个无始劫的烦恼，它就上升了，不知不觉，哦，你看我，我爱一切人事物，什么时候开始有贪爱？哦，不知道啊，啊，你比方说认识一个人，跟他。 关系很好，啊，突然有一天闹点别扭，很不高兴，看到他也觉得很烦，有怨恨心了。这个怨恨心从哪里来的？从爱来的。所以爱跟怨恨是一件事，都是情词产生的作用。 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讲啊，定需习呀、啊，我们修戒定啊需要练习啊，啊，所以李烨老师说，简单的事情重复做，重复的事情用心做，用心的事情哦，好，你你们回应的很好，不然我有可能去打小报告。 这打小报告也是无世界的习气，这个要当场绝照，要放下。好，因为呢，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，所以普贤菩萨的法界只有赞叹，没有打小报告。啊，只有赞叹，没有批评，没有诽谤。 所以我们这个跟西方的频率要接上啊，就像那个看电视啊，你要看三十二台、四十八台灯是吧？要按准就接通了所以要把极乐世界接通啊，闲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。好，什么时候接通？啊，right now，<laughs> 现在吧。 接通最基础的礼敬诸佛，好这一句法药，这个药要不要吃？好吃下去，看一切人都是菩萨，哎礼敬诸佛嘛，那还有没有看不顺眼的人？没有，赶快吃药了、哦，我这法药很重要啊。 所以师长老人家讲经啊，刚刚师老人那个陈德讲的这个，都是师长老人家在将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里面教导的。哎，这一片也是安排在后面的课程啊。这个把知见讲的太清楚了，大家可以好好多听几遍。 啊，所以这一次我们四十五天的课啊，大家觉得听一两遍够不够？不够啊，回去要多听几遍。这些也都是在师长老人家重要教诲当中精选出来的。好，好，师长老人家的法语重要。你看这些开示啊，以前的祖师没有开显过啊。 但那个理都是相通的，贪心的核心是情痴，所以情痴要放下。嗔惠的核心是什么？傲慢，傲慢一起就是嗔心哦。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那不能再傲慢了。啊，其实我们看。 释迦牟尼佛那么谦卑，看到他的学生年纪大了，在那穿线穿不过去呀、啊，穿针呢、啊，穿针线穿不过，他老人家很自然的马上拿起来，把它穿过去，这么谦卑啊！那个释迦牟尼佛见到小朋友那么恭敬啊，小朋友一看到他高兴了。 拿了一堆土土块是吧？供养他，哎，这阿难在旁边，呃，要去制止佛陀马，马上马上比个手势，好，阿难就止住了，不然阿难可能脱口就是：你们怎么可以拿这个给佛陀是吧？但重点在哪？ 嗯，因为佛他的境界是见性不着相，他见到的是孩子的什么真心，他没有着那个相啊。所以有一只狗啊，看到观世音菩萨很高兴啊，就拿死去供养观世音菩萨，他马上就解脱畜生生了。 啊，假如你在旁边呢、啊，他就供养不成了，你就打他个半死了。<laughs> 因为狗改不了吃屎嘛，是吧？他他是去供养，所以大家不能着相啊。哎，所以就有一个高干，也是师长老人家表演给我们看的。哦，就有一次安排一个人坐在师傅旁边嘛。 因为他说想清静师傅啊，啊、哦，当时这个悟行法师就给他安排，结果他一来说：“你怎么给我安排这么静？你不是要清静吗？” <laughs> 哦，哦，所以这个法师也很慈悲，让他最近的位置。啊、哦，那当然，第一次见面坐那么近也是会紧张了啊、哦。结果他一坐下来看，看着师傅，哇，师傅。 你真是天生丽质啊！结果坐在对面的护法说：“什么天生丽质，法相庄严啊！”哇，这个护法这句话一讲啊，本来那个天生丽质一讲，大家笑得很开心。突然他那一句话压下来，嗯，大家不知道怎么接话了。 对，小时候，所以师长老人家又有一句法语：，别人错的也是对的，我对的也是错的。其实这些法语啊，都得在心地当中去关照啊，那个法味就出来了。其实人那个对错很强的时候，就是慢心呐、啊。对错不就是高下见吗？ 对呀、啊，所以你说要调伏慢修，谈何容易？啊 <laughs>、哦，但是不容易也得干呐、啊，不然要轮回。<laughs> 所以这个非帝王将相所能为，那要下大勇猛心啊，才能才能过得去的。哎、哦，结果你看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师傅马上笑着说：“天生丽质就天生丽质嘛。” 哦，师傅一讲，大家又笑了。所以这一位同学他刚接触佛法而已嘛，在他的词汇里面最高级的赞叹就就是这四个字的嘛。他有没有听过法相庄严？好，所以他用最最他所能想出最高级的赞叹的，所以他的赞叹已经是圆满的了嘛。所以佛门就是说。 你尽心尽力了，就是圆满了，不是在向上的，不是佛法这样啊。我们中华文化可爱也可爱在这里呀，哦，所以有一句话叫“莫以成败”。你看这句话多可爱。所以你一想到忠诚，想到谁？诸葛亮啊。 孤臣无力可回天呢、啊，可是他圆满了、啊，他精神长存呢、啊。哎，可能有想到岳飞呀、啊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中国文化为什么跟佛法这么相应？它也是重实质啊，不是重在表象当中。 这师傅这些法语啊，真是太珍贵了。如平得宝啊，改往修来，喜心一行啊，自然感降。我们改往修来，业障就能消掉。业障一消掉，佛寺门中有求必应啊！你有什么愿呢？ 就会很有感应啊，所以陈德也看啊，有些同修他对治烦恼下很大的功夫，哎，后来他的这个缘呢，走的就会越来越殊胜，这个都是很自然的。所以修学从哪里下手？啊，下联居老居士说的：习众者。 习气重啊，习重者业重；习静者清静的静，习静者业静。啊，所以真心学道的人呢、啊，必自去习始，一定要从去掉习气开始。啊，所以于静一公，这个就是给我们最好的一个教诲了。啊，他是以身呢、啊。 给我们表演，在供养我们。他有他负面的部分，还有他后面修学得力正面的部分。那师长讲到的，贪心的核心是情痴，嗔恨的核心是傲慢，愚痴的核心是怀疑。 这刚好啊，同仁这个问题啊都有提到了啊，但大家要注意啊，我们这个修学的一个惯性啊，修学重要的是举一反三，闻一知十啊，修学重视悟性，不重视知识。 但是你不要又偏到一边了，不重视知识了，我我经也不用看了，啊，是不要去变成求知欲，欲是什么？贪的嘛，啊，我们是解行相应，啊，子路有闻，未之能行，唯恐。 又问，这些都是很有成就的十二贤人之一哦。他们的一些修学态度啊，其实都是我们能否修学得力的关键。所以我们要学佛陀，我们要学孔子，我们也要学十大弟子，还有孔门十十哲了啊。哦，是十个对。 十个，我刚刚讲错了，这样子十二个了。十者，哎，我们有这个态度了。你再去翻《论语》啊，一翻到颜回，瞪眼睛就瞪大了。不能只有嘉兴眼睛瞪大，大家也都要瞪大。大家要知道，颜夫子他们都是心包太虚的。其实我们的协议当中，难道没有朱夫子的加持吗？ 难道没有严夫子的加持吗？啊，难道没有范公的加持吗？都有吧。对呀，啊，所以上一次有一个学长来，哇，他他的好像是爷爷辈的，啊，有一个是方苞的后代。 一个是姚奈的后代，哦，我一听对他肃然起敬，啊，这是同城派的后人呐、啊。师傅就是因为在庐江啊，还有同城派的余风啊，是不是？老人家才接触到师塾呢。所以面对同城派的后裔，我们要不要念恩？要啊。 所以啊，其实我们面对每一个学长，他们的祖先都对我们有恩呐、啊，所以我们都要很恭敬他们啊。所以恭敬他们的子孙，护念好他们的子孙，就是报他们的恩的。所以中华民族太可爱了，已经是所有的祖先呢、啊，都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，他们都。 留名青史，他们的精神都照亮着我们一代一代的炎黄子孙呢、啊。好，好，那有同修就问到了啊，如何发现对峙傲慢习气？ 其实有时候写问题啊，你假如写的更具体一点，可能在探讨或者回答的时候会更具象。啊，啊，当然你不是很具象啊，那也没关系。哦、啊，而我们学习呀、啊，要打破一个惯性，就是知识的学习，其实。 几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、啊，学习的惯性大多偏知识。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？因为我们都是小学读完，读初中，初中读完，读高中，高中读完，读大学，读了十几年，都是灌输的，记进去，记在哪里发挥？ 考卷，所以无形当中啊，就会问你一个问题，标准答案是什么？这个惯性出来了。所以有一个北大的博士啊，他在实验室里面呢，老是出一些很低级的小错误啊。他那个教授也算很有涵养了，就跟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一位同学啊。 你都一而再、再而三犯这个错，那我们总得想个办法提醒提醒自己，怎么不犯呢、啊？结果这个北大的博士说：“教授，这样好了，我把我的错误啊抄一百遍。”这个处罚方式在哪里出现呢？哎呦，我们当老师的人一听完这个故事啊，我们假如用过这个方法，可能有。 断人慧命的嫌疑呀、啊！为什么？你方法用错了，让他对学习产生什么厌恶？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一个孩子厌学，什么时候造成的？可能好几年这样，一点一滴呀、啊，老师不不对的方法，慢慢就让他对产生恐惧，产生学习的厌恶了。 好，那我们不是知识学习，也没有标准答案，而这个这个立山学长您这个问题现在还有疑问吗？嗯、呃，学生。 在法师昨天和今天的授课当中，黎山有一些体会和呃思考，但是感觉还没完全吸收和消化。嗯，哦、好，嗯、谢谢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好。好，这个曾经啊。 我们也是刚好在师师长老人家身边的时候啊，就有同学递一些问题，啊，然后呢，师长老人家在回答其他人的问题啊，我看呢，这个其中有同修呢，他的表情都都很紧张，然后都没有放松，哎，其实听着前面人的回答都已经回答他的问题了。 可是感觉他好像没什么受益啊，然后就一直在那里，还没到我的，还没到我的，还没到。哎，哦，所以你问问题，有时候你是说啊，我一定要问谁才行？其实你把身心都放松的时候，有时候你可能在读一静一功一造时，你砰一下你就明白了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经验？ 啊，哪个时间段最容易把事情想通？早上嘛，好，尤其刚醒过来的时候，啊，啥也还考虑不到了，在那刷牙的时候。嗯。好，昨天在那想不通的事想通了，啊啊，昨天还在那啊，算了算了，先睡觉吧，想不通，因为你刚醒过来的时候还没有很多念头。 哦，或者一些烦的事还没有涌上心头，就是说心比较清净，容易把事想通。或者读经或者念佛的时候，啊，你可不要听完这一段时间。好，我念佛的时候，好好想一想。好，现在又又又又错了 <laughs>。你硬去想，那那就越不清净了。念佛就是要什么都不想，万缘放下。然后你念的越专注，突然啊，有一件事就想通。 所以这个叫自信是本有的，智慧是本有的，有时候它会闪出来的，甚至于它会保持一段的，甚至于会永远不变的，那就开悟了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其实刚刚已经讲到了，啊，哪些念头是傲慢？ 啊，对错、高下，啊，高己悲能念，啊，你看恩仇报复念，这个也都是嗔心啊。哦，好，啊，或者谁你看不顺眼，那个都是傲慢；你看不起谁，都是傲慢。啊，你甚至于说。 哦，拜托啊！他修行都多少年了，他还比我早接触佛法呢。那这个话里有没有傲慢？有啊。哦，所以佛法是内学呀、啊。一切人事物都是善知识，都在提醒我们：我们还有哪个念头，还有哪个习气不对。 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那个看最不顺眼的人，要供在佛桌上？他是我们最大的善知识。我们听师傅讲经听了十几年了，还没找到最严重的习气，他一出现就找到了。强者先迁嘛，最厉害的马上蹦就出来了，你十头牛都拉他拉不回来啊。那该不该感谢他？ 他的出现让我们今天没有空过，因为一日不知非，一日安于自是；一日无过可改，则一日无不可敬。所以师父老人家说：“你会修，从那里开始修？冤亲平等，这是真想成就的人一定这么干。” 不想成就的人，就先放一放吧。那重点来了，我们面对师长老人家的教诲，在做什么？谴责这个听起来舒服，先做；那个听起来不舒服，以后再说。啊，请问大家，我们跟谁学？你们说的不是我说的。 对呀、啊，你真跟三知四学，那你要老实、听话、真干了。好,好，所以我们能察觉到傲慢这些念头了。啊，你察觉到了，那就要想办法对峙它。 那这个对峙的方法，那就很多了，很多教诲都能对治。丽三你自己有没有常常用哪一句教诲啊来对峙这个澳门嗯？嗯嗯，比较能够提得起来的就是法师昨天有讲到的，就是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”。 因为那个傲慢习气一起来的时候，就是外界的人事境缘是不顺己意嘛，心里面就会有那种呃对立或者是情绪。那这个时候的话，就啊尽量调整自己坐下来。那我哪里出了问题？我为什么会起这个情绪？然后尽可能的回过头来沉淀一下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念头是怎么样的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谢谢法师。那这个就是。 受持老法师的教诲啊，老法师说他最佩服老祖宗的是哪一句？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”啊，这是心法、啊，直接从这一句受持，那哪一个烦恼不能对治？这是根本法轮呢、啊。 你任何烦恼，这一句都能治。其实一切法从心想生嘛，所有的境界都是自己心变现的，所以境界哪有问题呢？境缘无好丑，好丑起于心。而且我们。 常常想到，那佛哪有傲慢？孔老夫子哪有傲慢？习仲尼、思向陀，向陀几岁啊？七岁。相向陀不知道的，夫子不知道，都谦卑的向他学习啊。好，这一本。 弘一大师晚晴集啊，里面弘一大师挑选《大藏经》祖师语录，挑了一百句。还有他有两个部分，另外一个部分是格言别录，从格言联璧里面呢挑出精华。啊，承德自己的感悟呢不一定对哈，感觉是不是大师洞察我们？ 接下来的学子们，因为社会环境变化太快了，没有大家族了，一个人的人情事理，这几千年来在哪里学？七八十人、两三百人住在一起，都是人情世理啊。可是我们整个社会家庭结构变化快不快？太快了。 真是空前的速度啊！哎，那人情世理还是要学呀、啊，可是已经没有那个环境了。那大师慈悲啊，在格言别录当中挑最精华的人情世理。那谁有福报？很珍惜老他老人家用心的，就是有福报的人，就是知福，就是惜福的人，就是支援的人了。 所以，对之傲慢这个法要，这些祖师大德都给我们举了。其实他也是用普贤菩萨这些供养啊的境界啊，《华严经》的这些供养啊。你看《华严经》里面讲的：“我若多嗔及怨结者，啊，脾气大。” 啊，会埋怨呢，啊，其实这个称心也都是傲慢的，啊，多称及怨劫者，十方现在诸佛世尊皆因见我，啊，自己观想一下，十方诸佛都看着我，当作是念，啊，就这佛菩萨都在想着、啊。 哎，云何此人欲求菩提？哎，这个人不是发心要成就菩提道吗？要成佛吗？要往生西方吗？哎，这个人发这个愿，怎么而生嗔恚，即以愿结？啊，此愚痴人，啊，以嗔恨故，愚至诸苦，不能解脱。 我们自己已经被傲慢、嗔恨给什么纠缠住了、障碍住了，我们自己都自身难保，还能求菩提、还能度众生吗？啊，何由能救一切众生？啊，那承德当时念到这一句的时候，哎，佛菩萨都看着，呃，你怎么怎么这么这么弄呢？这么搞呢？啊，就觉得。 很很不好意思了、啊，哦，这每一个人都可以就你听到的法，时时以这个你最相应的这一句来关照自己，啊，不断关照啊，那个警觉性会越来越高。好，那个。 先回答一个问题就好了。好，我想呢，其他的问题啊。可不可以写上来的人呢？啊，就我们这几天，啊，这快两个礼拜的休学，你们自己把它解开来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我们再交流一下，啊，因为又有一句话叫。 解铃还需 <laughs>，哎，有时候其实很多问题，你一静下来，一反思啊，一思思维，很多问题会解开来。不要把问人呢、啊，也变成了一个习惯，啊，习惯呢就变成一个执着。 所以有一句话叫呢，一直成病，一有执着点出来就是病了，一有执着点出来呢，法药就变毒药了。好，好，这个说到这里了。 啊，这我们王岩学长提了一个问题，啊，我看他这个听了这个师长老人家，啊，在《十年英缘》里面说，错的也要听。接下来师傅是不是说去哪里找啊？还是怎么说？ 找不到了啊！错的也要听啊！找不到了，哎，大家有没有听完？哎呀，对呀，找不到了。哎，这个善知识有时候讲话是要把我们的什么唤醒？羞耻心啊，责任心唤醒。 你让一位讲经六十年不中断的善知识，在我们面前说找不到了，没有学生了。啊，假如你在场，你会怎么做？大家有可能会遇到这一天哦。 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要发愿了，是吧？马上赶快怎么样？哦，不行，好，我不说了啊，不说了。说的。话说多不如少。哎，这个。 我们刚刚讲到呢，修学呀、啊，强调举一反三呢、啊，文艺知识是吧？可是你看孔老夫子又说啊，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，举一隅不以善于反，则不复也。你说、哎、孔老夫子怎么不教呢？ 人家我们佛门佛寺门中有求必应啊，佛寺门中不舍一人啊，那孔老夫子怎么可以不教呢？不复言呢？完了，完蛋了！你一起这个念头啊，再看孔老夫子的东西会不会有障碍？嗯，所以不能怀疑孔老夫子啊，他他可是至圣呢。 慈悲为什么本方便为门？它就是一个方便的方法。因为不能举举一语，不能三于反，他的悟性还没有什么，没有开。你一给他讲答案呢，他不是领悟了，他是什么？记了这个答案啊，所以他你讲上句，他也能。 接下去，但他不是他的领悟啊！所以禅门不是一直禅吗？啊，然后那个学生看了他以后，碰到人，人家问他佛法，也在那举。而且你看这个不愤不起这个是随缘呐。就是人他的心啊，很积极，很想学，但是呢。 还不能悟通啊！这个时候你要启启示他，但是他要有这个心，你一讲他就受用了。啊，这个“匪”这个“匪匪”是口“匪匪”，就他有一点领悟了，但是表达不出来。这个时候你给他一讲，哎呀，你怎么讲的？就个我心里想的 <laughs> 那个契机点。 所以这个是启发式的教学，不能把人的物门给堵住了啊！所以李玉老师曾经讲嘛，我们学传统文化的有两个情况：第一个就是乖乖的，还有一句叫呆呆的。他那个被灌输越多的，他已经变成一个惯性了，他就变成不会思维了。 然后还有一种是什么情况？啊，就变成台上跟台下打成两截了，就变成把传统文化也当作一个职业了，就是讲课的而已了。其实外面讲课的人多不多？多啊，而且收费贵的要死啊。 承德在十九年前啊，二十、二十一年前呢，二十一年前有上过课啊，三天五万五台币。告诉大家，这个课是我们主办的，所以我也造了不少孽，所以现在要赎罪。 好，三天上完了，钱也花了，家庭问题出现了，因为老婆太激动，刷卡去上课了，结果钱就每个月要付款，就出现问题了。啊，但是三天上完了，该怎么烦恼还怎么烦恼，所以你看呢，三天五万五，万。结果师傅的教诲是：究竟圆满的法，不用钱。 所以人生总在遇缘不同啊，啊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哎，哦，好，所以呢，不能变成职业，这个绝对行不通。啊，而且大家要注意啊，我们假如修学跟所讲课不一样的时候。 我们是在花佛陀的福报，花老法师的福报，因为不是我们的威德能够有这样的因缘的嘛。那佛门有一句很严重的话，叫批判如来啊，就把如来的法拿来赚钱了，啊，拿来谋名问利养了，那就变以身毁谤佛法了。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走这样的路，也不能做这样子的人。好，好，那我们自己跟团体，然后学了之后变呆呆的，那不行啊！这个把雾门给堵住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从事教学工作啊，也要领会到孔老夫子那个拿捏因缘、启发式的教学。 这个重要，不然我们也有惯性啊。我们也我们都是接受灌输的教育啊。你说我特别不喜欢灌输的教育，可是请问我们真的教别人的时候用了什么方法？你没有警觉性的时候，察觉不到。啊，我认识一个朋友啊，他当初还没结婚呢、啊。 他说：“我爸爸小时候打我打的很凶啊，乱发脾气。我以后当父亲啊，绝对不这么做。若干年以后啊，有一天遇到我们，哭着讲啊，我现在打我的儿子也像我爸爸一样啊。大家要知道啊，有一句俗话讲，啊，也是提醒我们高度的警觉。” 学好，中年不足啊；学坏啊，一日有余。而且，你不愿意学，你还是学了。所以，为什么说孟母要三迁？它环境很重要，它潜移默化。所以从理上讲，佛门。 最彻底的心理学，诸位，假如对心理学有兴趣，拜托大家要学佛门的心理学呀、啊！我那时候在，幸好是学佛了，才去读师范学院的、啊，不然我也会人格分裂呀、啊！我也是感谢师父啊，先给我打了底啊！我们去师范学院读书，有一本书高度推崇，叫《艾米尔》。 西方的一个好大本呢，交易理论呢、啊，那个《艾米尔》的作者，作者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教啊！你说这样的人在在我们中国的社会，不给人家唾弃就不错了，他还能够树立在那个领域的顶尖，我也搞不清楚了、啊。所以孔老夫子，世间有五不祥啊！ <laughs> 五种不吉祥啊！你看最后一个，天下为什么不吉祥？圣人伏逆啊，圣人的经教没上教科书啊，愚者善权天下是不祥。啊。你看那个都是在大学殿堂里面的经济学里面讲。 企业唯一目的赚取利润，这个都是大学教科书的。若干年以后，不都不知道多少人奉为圭臬，干了好久了，最后社会很乱了。这个公司把我们黄河哪一个地段都污染了，最后不行了，不行了。企业有社会责任。你看，我们不听圣人的话，听还有分别执着人的话，付出多大的代价？ 所以李烨老师当时候在零四年啊，我们办教育传统文化课程啊，二千零四年七月份开始办，他是金牌主持人呢，啊，每一次都是他主持的。哇，每一次他讲一句的时候，我我们的眼泪都忍不住。他也是很真心的、啊，他说：“让我们一起请我们的父亲。” 孔子回家吧，啊，所以这个，啊，他他那时候也是很怯呀，觉得社会这么乱，其实只要听孔老夫子一两句话，啥问题不能够解决，啊，啊，所以现在呢，这个社会现象确实危机很大，啊，你看像。 我们几位学长，他们已经从事教职几年，看到孩子们，他们也都很心疼啊，很着急啊。哦，那一天我听了一个个案呢，有没有跟你们讲？一个小学生啊。小学一年级考八十九分呢、啊。 成绩单拿回去给他母亲看，他母亲很生气呀、啊，八十九分，你怎么不多考一分，九十分是优啊，八十九不是假而已了。他妈妈很生气呀、啊，拿充手机的电线把他给勒死了，太冲动了。结果他自己跳十一楼自杀了。 你看，这个世间的悲剧啊，多惨啊！可是他母亲是，可能是九零年代的、八零年代的。我们是失去传统文化的这两三代人啊，这些现象会越来越多出现的、啊。所以，大乘佛法大悲为根呐、啊。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，中华炎黄子孙的现况，甚至于是全世界的状况。所以我们去体会到现在的迫切性，社会的严重程度啊，我们就能领会为什么师长老人家九十三岁了，他这样不疲不厌再跟这些大师们讲。老人家的境界，中国人是众生，非洲人也是众生啊。 平等，平等啊！他要尽他的全力去救度苦难众生呢。啊，所以俗话有讲啊，啊，这个也是物理学里面强调的。你真正找到了一个支点呐、啊，你可以把地球给什么翘起来。 地球很重哎，但是你找到支点，找到窍门，可以把地球翘起来。哎，我们祖国大陆的经济是怎么起来的？怎么起来的？不是我们邓小平先生到了深圳画了一个圈，不是这样吗？哎。 是你们在大陆长大，还是我在大陆长大？我有点不是很很转得过来了。这个时代是做实验的时代，你讲什么没用了？你说的再清楚，都写成书了，人家没耐心看了所以为什么传统文化不能够弘扬开？ 因为示范点榜样太少了，你一个领域有一个榜样，他就起来了。所以海南省监狱系统一个榜样啊，他们的教科书就司法部就发向全国去做了。刚刚还我要出门的时候，李毅老师还说好消息，我们海南这个。 校廉的同仁啊，已经进入这个戒毒所，给这个女女戒毒员呢上课了，啊，好像还九十多个人。这是公安系统了，不是司法系统而已了，进入公安系统了。哎，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把道德学问成就？昨天。 听不懂。哎，那个定空法师以前不是说他有一个教授跟他交代作业吗？叫教授什么时候交啊？昨天。哎，你们要举一反三，意思就是太急迫啦，马上就要成就了，你不能还说以后再说了。 菩提心要发出来啊！菩提心具足一切法，哎，那个发心出来，具足一切功德啊！就是观世音菩萨给我们表演的，观音表慈悲啊，上与十方诸佛同一慈力啊，跟佛菩萨的慈悲同性。 下雨，六道众生同一悲养，他们的痛啊，就是我的痛。啊，同体大悲的存心这个心一发出来，不是我们有能力了，佛菩萨、古圣先贤都加持我们。所以当时候啊，师长老人家就说了，要办一条龙。 不办一条龙啊，灾难不能化解。我们一听当然了、啊，要表要表态呀、啊，马上跟市长老人讲，市长老人讲，我们很愿意承担。师傅看着我说：“不是你承担，是佛菩萨跟祖先承担。”哇，这个讲的。 当头一棒啊！这怎么是我们的能力做得了的呢？我们最重要的把心用对就可以了，心对了，加持力就进来了。我们毕竟是从小没有根的一代啊，可是我们从此把私心去掉了，念念为他人想，念念为苦难众生。 去付出，那佛菩萨跟我们就没有分开了嘛。当然，我们的潜力也很快就提升起来了。好，啊，所以回到刚刚讲到，师长老人家说错的也要听，这个就是修学里面要有一个。 观念啊，是依法是吧？依义不依语，这句话真正的意理在哪？对你一直的善知识，不要有怀疑，你要百分之百信任。好，那这个问题我们。 谈第二个重点，我们接着说哈。我们现在把第一个，随顺圣前佛菩萨教诲，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啊，广学原味深入这一句话，在五经十三经都有，《孝经》有没有？有，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。 非先王之德性，不敢行。你养成这个态度了，就像师父守，你比老几年、十年，最后呢，口无则言，身无则行。言满天下无口过，行满天下无怨恶。”他已经入魔子培训了嘛，他养成习惯了。 自自然然，河道？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。问题是要扎这个根，所以佛门都强调五年学戒。所以师傅说的那个都不是他发明的了。哦，啊，包含在《论语》里面，子张问善人之道，子张请教孔老夫子，啊，善人。 要学圣贤之道，应该如何来修持呢？孔子说：“不见机，亦不入一世。”就是你一定要效法圣贤人走过的足迹，学习他的一言一行。所以，师长老人家给汉学院的学长们的一个期许。 内学释迦牟尼佛，放下贪嗔痴慢疑，这是不是踏踏着三教圣人的足迹呢？我们今天学《太上感应篇》，不也是踏着老子、太上老君的步伐去提升吗？哦。所以一开始一定是。 都依照他们的表演、他们的言行啊来做。明天呢是佛诞日啊，明天呢大家也是要出去爬山哈、哦、啊？有没有人说终于可以解放了？哦。 大家要知道，树富贵，行乎富贵；出贫贱，行乎贫贱；树闭关，行乎闭关；树爬山，行乎爬山。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。哦，不然你不这样学哦，你去爬一次山呢、啊？回来坐下来，每天上课就还有三天才能爬山，还有两天才能爬，那就麻烦了。<laughs> 那明天是佛诞日了，我们学到这一句，学顺佛菩萨教诲，我们就不多，就孔老呃，就佛陀开悟第一句就好了。好，哪一句？奇哉奇哉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。 所以妄想执着不能真的，我们愿不愿意照这句话做？愿不愿意？好，愿意啊！好，你们不愿意，我就不讲了愿不愿意？愿意。你们是入定了吗？好，我下一次呢，先拿个引磬来啊，要问话的时候，噔。 告诉大家，黄念祖老居士说啊，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，都是从这一句流出去的。这四十九年所说法，最后还留回这一句啊。所以这一句是大教之源呢，万法之本。 一切经论都是注解这一句话。其实这一句话就解了我们所有的烦恼，也解了刚刚立山的烦恼。你真的相信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你还会因为自己有烦恼在那里懊恼吗？本觉本有。 不觉本无，又看到但以妄想执着不能正的，我不能再随顺妄想分别执着，这种妄心糟蹋我自己，让我枉受轮回啊！不干了！啊！所以有一次我坐在这个春花对面，我就问他一句：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？” 呵呵，<laughs> 哎，后来我就给他接了一句：“所作一半不受后有。”这句话就是不搞轮回了，这一生就要了脱生死，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了。啊，所以以后你们叫陈定好,好，啊，假如叫春花，就要想起。 所作一半，不受后有。哎，好。而且这一句就把我们的根本烦恼就是愚痴，愚痴的核心是怀疑。这一句话下去了，不怀疑自己，也不怀疑一切众生，除非你不相信佛说的话。 真相信了，心境就不一样了。性为道源，功德母。我们的很多善根，就因为起了这个信，就涌出来了。自受用不招他自己了，他受用，看到每一个人呢、啊，替他着急啊，就好像你遇到一个。 他本来是千万富翁的儿子，那个钱就藏在他们家那个床底下，他不知道，你知道，他还在那里讨钱。呃，这个好心人啊，给我一分钱吧。然后你知道你会怎么做？你赶快告诉他，你对人只有一份呢、啊、成就的心，你不会有其他的信念。 所以这一句是万法之源呢、啊，大教之本呢。啊，所以遇到佛诞日，也是提醒我们，不能糟蹋释迦牟尼佛无量劫来的行菩萨道成的佛果，来成就我们，来护念我们，不能让他老人家。 白白跑了八千次啊！这一生绝对听他老人家的话，绝对把这一句话时时放在心上。好、哦，好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我们的言语就没指责。言语啊，只有信任，只有体恤，啊，只有理解，啊，只有善巧。 方便，你说我跟他讲很多事了，他都不听啊，那你的疑心又起来了。所以一切众生皆有皆具如来智慧者相啊，所以又有一句俗话说嘛，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嘛，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嘛。好，那第二呢？ 我们学习的观念、心态就是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哦、第三呢、啊，就是肾学呀、啊，是内学，这个观念就很重要。我们接触一些经、接触一些人事物，都变成什么？ 善财同志，马上向内观，啊，就会有受用出来，啊，再来第四啊，学习要主动，不能被动，所以《论语》说的“不曰如之何，如之何者，吾莫如之何也矣。 吴莫如之何也一以,以，换作现代化，就是那我也拿他没辙了。意思就是你具备这个态度了，才孔子才有办法教我们。这个如和“如之何，如之何”，就是说你很主动，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该怎么深入？该怎么解决问题？哎啊，比方说我们去请教上师，你不能每一次都是要答案。 哎，这个问题我首先思维过，啊，我会怎么做？哇，那你的心理思维都展现出来，那你的上司很有经验，他马上就可以指导你，你马上可以提升上去。他不知道你的心理状况，不了解，他也没办法知道。好、哦，再来呢，这个主动当中啊，还有一个佛门强调的，主动对峙自己的烦恼习气。 你不能一直放任他，一日无常到，方知梦里人呢，就被这个习气带去轮回了。啊，所以六度的精神都是主动的，布施度什么，艰难呢，忍辱对惩恨呢，禅定对散漫，这都是对治。啊，第五。 第五点呢，要有恒心，有恒为成功之本。啊，这个夏莲老啊，他的教诲当中是引《华严经》的精神，比喻我们修行啊，像钻木取火。你要钻木取火了，什么时候才能放松？要火出来啊！这个火表什么智慧呀、啊？ 啊，还没出来！啊，手酸了、啊，停一下吧。啊，停留啊，再来。啊，又酸了、啊，停。未出而速习休息了，停了好几次。火势随自灭，懈怠者依然。所以修行不能懈怠。啊，得要真干，不能懈怠。啊，而且这个恒星呢，还要有毅力。 啊，甚至呢，这个恒星啊，还要一定修到什么究竟？修修到啊，性德彰显了不能啊，得少为主，这又是一个修学错误的心态啊，就觉得。 我这样已经不错了，啊，所以“贪王那一句话特别好，对我们修学是关键。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“苟日新”就是下定决心，我这一生一定要成就，我不再搞轮回了。这就“苟日新”的意思。 我也要做佛，啊，就像六祖大师去见五祖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求做佛。狗日星，日日星。每一天都要有进步，不要知少为主。又日星提醒我们不能半途而废，啊，一定要有恒心。 所以你看《论语》里面又说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所以道德学问那是越深呢、啊，那个味道越浓。好、哦，然后其深无底呀、啊，其广无边，好、哦，不能知少为主。啊，第六啊，不能画地之限。 这个其实就是刚刚讲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讲，我们不相信这一句，怀疑自己了，我不行了、啊。所以《论语》里面冉求说：“非不目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”孔老夫子马上点醒了他：“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废。” 力不足是走到一半走不走不了，没体力了。你现在是还没走啊，经乳化，就要破掉这个画地自限的执着啊、哦！就孔子给我们表演，不断提升境界：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所以师长老人家人家问他：“你为什么学佛？” 你看他老人家的回答，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。好，好，第七呢？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只有自己是学生。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心态。好，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啊。今天呢，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。 啊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